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77页倒数第二行，大者凡愚为摩诃，具有三义，为大多胜。有这三个意思。大者，弥陀苏超云：天王大人，所供敬仰，非小德也。这个意思是大德。啊，那是大德的意思。啊，敬引云：况悲高德，过于敬学，故名为大。啊，也是，这是《净严疏》里面所讲的德的大的意思。啊，也是大德。况悲高德，实在说呢，我们常讲老实听话真干的人，这样的人呢，确确实实是大德，是高德，一般人呢不能跟他相比。啊，可能这个人没知识，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可是他能将一句佛号念到底，念佛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啊，他回答你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陈没有第二句话说。他往生的时候，往往现非常殊胜的瑞相。啊，地仙老和尚这个徒弟郭鲁匠是个标准的例子。啊，连老和尚都自叹不如。啊，欲知时至，站着往生。啊，走了还站三天，等老和尚替他办后事。啊，站着走的，我们听说过，见到过；走了站三天，没听说过。啊，只有这一个人。啊，所以大德了，往往都被我们呢小看了，疏忽了，错过了。啊，明白这些事实真相，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对任何一个人都不敢轻慢，乃至于对蚊虫蚂蚁，说不定呢，他将来投身转到人道，成就在我们之前，我们远远比不上他，这非常可能呢。啊，六道里头一切众生呢，本来是佛，只因为起心动念，染尽善恶不同，啊，得的果报不一样，同一个佛心。啊，遇到缘，他成就就特别快。啊，遇不到缘，要在六道里头啊，就搞轮回。啊，况悲高德，光是光，啊，
悲是居悲，高尚的德行。超过一般的进修，学的人很多，真干的人不多，真正明理的人不多。啊，这是都是说的大德的意思。啊，那第二个讲多，内典外集。无不不通，非寡解也。明读啊，他知道的东西多啊，所以说博学多闻。外籍在中国是讲的佛教以外的典籍，儒家的、道家的，诸子百家。佛门里面确实有不少大德了，都精通啊，不但是通，真下过功夫啊，真懂事出世间法了，他们有不通达的。胜过于学啊，在佛门常说超于96种外道之上啊，外道是指佛门以外的，不是亲师啊，他们的学问、智慧、德能，也是佛常常所赞叹的。啊，佛教以外的啊，那么佛门里面的比丘跟他们比，比他们超神。这是一般的解释啊，这个大里头大多神三个意思。佛地论里头另有三义，也是讲这个大的意思。第一个是最极立根波罗蜜多中心啊，这个是种性大了啊，我们讲慧智慧大啊，这个波罗蜜多以中国意思来讲智慧，它有大智慧。我们一般人讲悟性很高啊，一闻千悟，文艺知识啊，悟性高的人。第二呢，得无学果位，无学果位证阿罗汉，比丘证得阿罗汉，成为大比丘。啊，第三，得小果已取大菩提。啊，证得小果之后，他不执着，就住在小果上，他还要往上提升。啊，学大乘菩萨，我们一般说回小向大。啊，那么这也是大的意思。下面又一种啊，加强思。为大有三义，
嘉祥法师由无量寿经的注解啊，称为无量寿经译疏啊，隋朝慧远大师也有译疏的无量寿经注解，名字完全相同啊，中国古时候无量寿经注解就这两个人啊，就这两种本子。嘉祥师说大呢有三个意思，第一个生大劫啊，他理解的很透彻，他说的很清楚。第二个呢，破大悟，大悟是六道生死轮回，他能够超越啊，永远不再搞六道生死轮回了，这叫破大悟。第三个真大果，这个大果是阿罗汉啊，不是菩萨啊，是阿罗汉。由上可见，大比丘者乃德高望重，回小向大的比丘，乃比丘众中之尊宿啊，比丘众里面为一般大众所尊重的、所尊敬的这些老修行啊，俗我们一般称老修行啊，这是大的意思啊。你看经上所说的，祖师大德所说的啊，这个地方就是黄念老啊注解所用汇集的方式啊，汇集经论所说，汇集古大德所说啊，这个大家就服了，没话说了啊，这是真实智慧，善巧方便。万二千人聚，这一次的发挥非常殊胜啊，不同于一般的发挥。一般发挥佛讲经啊，听众我们看到记载里头是1250人啊，实际呢是1255人，那五个人临头就省略掉了啊，就算整数1250人啊，这些是常随众啊，世尊到什么地方他们就跟到那里，从来不离开老师除非老师指派他到一方去教学啊，否则都不离开老师。哪些人会被指派啊去教化一方呢？有阿罗汉，但是大多数是菩萨啊，到菩萨这个地位了，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在僧团里面是属于影响中啊。佛陀在世的那个时代
交通不方便啊，全都要靠走路。啊，出家人总不好骑马。啊，那也是出僧。除非是非常不得已。啊，要不然不能让他背着走。那就不忍心啊。啊，所以那个时候最方便的有水路有船只。这个可以，除此之外全是走路啊。世尊在世的，无印度都走遍了，啊，没有传播的工具，所以佛法要利益大众，只有佛跟弟子们。到处去宣讲，啊，佛法才能够广为流通。啊，阿罗汉与这一方人有特殊的缘分，佛会派他去。啊，过去生中跟这个人有缘。他去的时候大家欢喜。啊，给他说法他能听得进去，他能接受，他能够依教奉行。所以佛灭度之后，佛的弟子四面八方。去讲经教学，有些地方一两百年没落了，有些地方四五百年，有一些地方六七百年，在历史上都有记载。啊，唯独传到中国来的这一个支派，一直到现在还有影响力。啊，这一支的生命力最强。啊，什么原因？中国人讲孝道。啊，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中国人特别重视孝亲尊师。啊，这是对于佛教弘传非常有利的条件，啊，中国人去做。啊，那么现代中国人对佛教有严重误会，这个误会的根源确确实实是慈禧太后。啊，慈禧太后对于儒释道三家都不重视，啊，轻慢，不尊重，啊，还好他还没下令毁灭，啊，但是这个影响就很大，让这些大臣。民间人民啊，对佛教逐渐逐渐疏远了。到民国，年轻人都羡慕西洋的科学技术，认为中国的衰弱是儒释道教的啊，这是很大的误会啊。他们对儒释道并不懂啊，啊，一昧追随
西方啊，否定了自己，造成今天这个状况啊，这么好的东西没人学习。啊，中国人疏忽，日本人也疏忽。啊，韩国的详细情形我不了解。啊，日本我去过多次。日本人是接受西方物质文明。啊，他比我们早。早200年。所以日本把佛教丢掉了400年。啊，他们的出家人告诉我，400年前他们的寺院庵堂有讲经，跟中国一样。啊，寺院庵堂是学校啊，都有法师讲经啊。啊，日本人不讲经400年了，中国人疏忽讲经200年，真正衰呀是最近这100年。啊，民国成立以后，讲经的人没有了，啊，太少太少。啊，我们知道的也不过就10几个人。啊，中国这么大的幅员，这么多的人口，啊，10几个人讲经。几乎等于灭亡了。如果我们不努力，佛教将来可能是科学家继承的，有这个趋向。啊，现代的物理学家我们看到他的研究报告跟大乘佛法越来越接近，啊，佛在经里头有说，啊，凡夫用的是80，啊，80里面，以第六意识能力最大，几乎没有圆不到的。啊，对外能够圆到虚空法界。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啊，那么今天阿赖耶的3细相被科学家圆到了，所以这个不稀奇，佛已经说过了，用第六意识可以圆到阿赖耶，阿赖耶的3细相。啊，量子力学家讲到了，没有经上讲的这么详细。啊，只有物质讲的详细。啊，物质到底是什么？发现的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念头发现了。啊，念头科学称为信息，啊，佛法称为思想，
啊，这是阿赖耶的转向，阿赖耶的见分，啊，阿赖耶的意象，科学家称之为能量，所以它也是分三个，名称不一样。啊，能量、信息、物质。啊，佛经上讲的业相、转相、境界相，名称不同，是一桩事情。啊，现在对于这个境界相啊，讲得很清楚，跟佛讲的完全相同。啊，非常难得，这是宇宙的奥秘，科学家把它揭穿了。佛经上一向所说的古大德的注解，我们看不懂，没有那么高的领悟的能力，一知半解啊，所以我们讲也讲不清楚。到看了科学家的报告，是恍然大悟。啊，完全明白了，完全相信了，不再有怀疑了。啊，这是科学对于我们学佛中下根性的人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万二千人聚，标比丘之人数，日会疏曰，会疏是日本祖师大德所著的，注经多标1250人，精进于法华，标万二千人。盖是处世本怀一代圣慧，故十方大德皆云集乎。啊，这是日本的祖师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日本人对无量寿经注解有30多种，所以他们的研究超过我们很多。啊，中国古人注解只有2种，日本有30多种。那么这些人多半都是在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善导大师的学生。啊，日本人最多的就是不是在善导这里，就是在智者大师。啊，跟智者学法华。跟善导大师学净土。啊，日本净土宗非常兴盛。啊，法然上人。日本净宗的祖师。啊，他就是善导的学生，啊，日本人很难得，啊，他们尊善导大师为初祖，啊，他们到日本见净土宗，称第二代，啊，这个很难得，尊师重道，不忘老师之恩。啊，所以他的注解里面讲，啊，这是世尊出世本怀，这一句很重要。啊，本怀就是愿望，本来的愿望。
啊，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这是大乘经上常说的，佛为这个来的。啊，苦就是六道众生呐，六道众生没有一个不苦啊。啊，天上带一点小乐，时间很短呐。那一点福报享完了之后，阿赖耶里面不善的种子起现行，那就堕恶道。堕恶道的时间长，在善道的时间短暂。这个事情佛知道太清楚了，怎么苦的迷就苦，乐呢觉悟就乐啊。所以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他破迷开悟啊，用什么手段，用什么方法，用教学啊。所以世尊示现的一生教学，身心言教啊，希望众生觉悟啊，希望众生回头啊。啊，那么这一部经可以说是世尊教学的第一部经，别的经教方法有很高的理论，也有很完善的方法，但是一定要断烦恼，要消业障啊！烦恼业障不能消的，决定不能成就。几个人能消烦恼？几个人能断业障？难了，太难太难了啊！古人已经感到难了，那现在人就不必说了。现在的人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跟地藏经上讲的一模一样。所以帮助众生真正离苦得乐，唯有这个方法啊，待业往生啊。我在83年初到美国，啊，美国有人在那里讲净土，不相信待业往生，啊，提倡是消业往生，这就难了，业不消不能往生，所以许许多多经宗同学来问我，他说这怎么办？看样子我们都不能成就了，造成恐慌啊！啊，包括周宣德老居士在内，周老居士跟我很熟，啊，他也不容易。印光法师的皈依弟子啊，跟李炳南老居士他们是同学，在台湾有十几个人，这老一代的啊，台湾大专佛学学佛，大专学生学佛，周宣德先生带动的，功不可没啊！
台湾大学第一个晨曦社是他搞出来的。退休之后住洛杉矶，在飞机场迎接接我，我们坐一个车子，从机场走到市区要开一个多小时，差不多一个半小时。路上就告诉我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他，我说不能待业往生就算了，别去了。他听我讲得这么轻松，他也听不懂，他那怎么行呢？我就接着再问他，你想想看，不待业往生去那里没意思，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一个孤家寡人。他还没听懂啊，我就再问他，观音菩萨得不得业？大势至菩萨得不得业？他想了半天，这些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啊，那叫不叫待业？他才听懂了这才笑起来了。没有一个不待业的，只有阿弥陀佛不待业，那不全待业的吗？这不很清楚吗？只是待的多跟少。你看等觉菩萨待一品身相无明，那些人讲宵夜那是造谣生事啊，对净宗不懂啊。但是我们出去也不能得罪这些人，这些人势力很大，我们都不过他。所以我就说了，他讲的没错。为什么呢？多宵一点少带一点，你去品位不是更高吗？我们只有这样婉转的说，不能说他错，说他错了麻烦很大了，他的信徒很多别找麻烦，也要给他有台阶可以下所以告诉他，决定是待业往生。如果说不待业，他就不能叫异行道了，他就不能普度众生了所以决定待业可是他能是能让你一品烦恼都没破，一品业障都没有消，你可以通通带去，这个就太难了，太不容易了那么净宗的殊胜就殊胜在此地薄地凡夫都能往生四十八愿里头讲得很清楚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的，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这是净宗最根本的依据，就是四十八愿明明讲无逆失恶，临命终时能够忏除业障，能够忏悔，能够认错能忏悔后不再造，发愿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都来接引，那这还有什么话说呢？这个法门是真正圆满到极处上面住等觉菩萨，
下面度阿鼻地狱众生。啊，只要你具备这三条件，你能信，你能发愿求生，你肯念这一句佛号，就成功了。啊，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再重的罪业都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罪业消了没有？我告诉你，消了，烦恼破了。为什么？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你天天念这个名号，烦恼不断，自然断了；业障不消，自然消了。怎么消的？就这一句名号把你消掉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一句名号是自信的道。啊，自信本具，一切功德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一切化身大士，他们所修的无量无边的功德，也在这一句名号里头。没人把它讲清楚啊，大家不知道啊。其实断烦恼消业障最猛烈的无过于念这一句佛号啊，所以古大德讲啊，暗合道妙啊，这一句话讲得好啊。所以真正是世尊出世本怀，本怀里头第一件呢，啊，决定能教众生一生圆成佛道，啊，只要你相信，啊，你不相信就没法子。具足，三个条件。老实听话真干，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这是修行人应该具备的三个条件。下面说上述甚是啊，上面呢这个会所里面所讲的啊，法华经里面所说的佛地论呢所讲的都讲得很正确啊，会众之身正表世尊说法之身啊，具共济之意啊，在王舍城是印度最大的城市，灵鹫山是王舍城风水最好的一座山，都是代表第一啊，讲法华经12000听众，讲这一部经也是12000听众啊，说明这个经跟法华平等啊，法华一乘圆教，一乘圆教只有三部经啊，华严、法华、梵王，梵王经没传到中国来啊，来了只有一品菩萨心地戒品，就这一品
啊，全经没传来啊，所以一成经三部两部到中国来了啊。这个经欧益大师说，华严奥藏，法华密髓，这种赞叹，那就是无量寿经在华严法华之上，一乘当中的一乘。我们遇到了多幸运啊，遇到了不专心攻这部经，还搞这个搞那个，就错了。不应该把时间精力分散，一门深入，长时寻修，自己决定成就，这就对了。啊，六种成就就学到此地。下面这一段叹得表明啊，赞叹与会上首他们的智慧德行，一切大圣神通一达，总赞啊，与会的菩萨、辟支佛、阿罗汉啊，这一些大神啊，阿罗汉在小乘里头的大神啊，文殊普贤是大乘里面的大神啊，等觉菩萨。他们神通一达，我们看注解，一切大圣神通一达，上二句啊，这个两句赞诸大比丘之德，一切乃盖罗四无之臣啊，又一切普也啊，一切不讲所有的，一个都不漏了啊。大圣呢是赞叹之词，家乡素云，有心空理，影显难测了，故称圣人。啊，这些人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如果没有见性，他就不能够有心空理。空理是什么？是法性。空理就是净土里面讲的常寂光。为什么叫做空？常寂光里头一法不立，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所以叫空。它能现这三种现象，空不愧是无。啊，
不当作无讲，它能显现象。体决定是空寂的，啊，它怎么会显现象？一种是迷了，迷了自性就出现象，所以现象不是真的，是虚妄的，幻象。啊，这个幻象体是真的，没有体，这个象显不出来，所以体是真的。像是假的啊，迷了现象。还有一种呢，觉悟的人，众生有感，他能应，应就有现象啊。佛菩萨有应啊，化身大师就有这个能力。我们起心动念求佛菩萨，求佛菩萨就现身啊，应身的时间长，化身的时间短啊，应身常有，化身更多啊。佛菩萨在哪里？就在现前，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常寂光里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没有时间就在现前，没有空间就在当下。啊，它无处不在，光啊，光遍照。啊，自信的体就是光啊，所以也称为大光明藏。啊，大光明藏就是常寂光，就是自信，就是真如，就是诸法实相。啊，所以由心空离，啊，回归常寂光。跟常寂光融成一体了，这就是由心空离，影现难测，不可思议啊。影是什么呢？三种现象没有了叫影，现它能现现，什么都能现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它就现什么身啊，应该给他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一点都不会错。那么这种现身说法，佛菩萨有没有起心动念？说没有。如果起心动念，就不能现了，就没有这个能力了。他不起心不动念，能现，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现在看到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明白这个道理啊。水会看会听，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对这个水赞叹啊，水干净，没有污染，我喜欢你。啊，水的洁净，非常之美。给个图案给你看。然后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那个图案就很丑陋。啊，水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自然的。所以法而如是，这一句话大乘经上常用，
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啊，非常灵敏。我们心念才一动，他全知道。啊，贤首过思，修华严傲智，望经还原观。啊，这是贤首过思学华严经的一篇论文，讲得很清楚啊。啊，论文一共分六大段，前面三段讲宇宙的缘起，啊，整个宇宙，一切万法，包括我们自己身体从哪来的，讲得很清楚啊。这是高等科学啊，高等哲学啊，啊，都在探索这个问题。佛已经讲清楚，讲明白了，等科学去做证明。啊，哲学里面假设了一个宇宙万有的本体，它是真的，不是假的，真有。啊，一切万事万物都从这个地方发生的。啊，这个地方称作自性清净圆明体。啊，清凉过思给他起了个名字。自性清净圆明体是自性，自性是清净，是圆满的，是光明的。圆满一样不漏，光明遍照法界，这个是整个宇宙的本体。啊，从这个本体里面起两个作用，起二用，从一体起二用。二用第一个宇宙，宇宙出现了。啊，第二个是我自己，我是珍宝，宇宙是遗宝。啊，遗宝是我活动的空间，是我生活的环境，这叫遗宝。啊，遗宝跟珍宝是同时起来的。啊，这什么怎么起来的？一念不觉。一念是什么意思？我们搞不懂。啊，我们搞了几十年，都没有把一念搞懂。啊，而是在看科学报告，跟经典里面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这一段我们看到了，我们对于一念才有一个概念。啊，这个一念太短暂了。啊，多长的时间呢？是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一。啊，也就是说一秒钟里头起了多少个念头，1600兆个念头，这个里头的一念，每一念里面都有宇宙，都有我。啊，念念相续，不是真的相续。真的相续是不动的，每一个念头完全相同的，这叫相续。
它是相似相续。为什么？每一个念头不完全相同。啊，找不到完全相同的。啊，姜文博士做水实验，他告诉我，啊，我那一年在东京开会，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我抽空的时候到他的实验室参观。他告诉我，他说法师很奇怪，我们做了十几万次的实验，找不到两个图案完全相同的。啊，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科学家的报告，不知道这个念头啊，这一念呢，是1600兆分之1秒，怎么可能有两个相同的图案出来？只有相似，没有完全相同啊！啊，所以这就叫什么？叫无常。佛为万法无常，这就是无常的真相。啊，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两个小时，多少个念头了？1秒钟1600兆，10秒钟16000兆。啊，这两个小时，多少个念头？啊，生灭，所以这是假象啊，不是真相啊。真相是真相不变呐、啊，就真的 啊会变的就是假的 啊那佛告诉我们，除了诸佛如来的十宝图，统统是无常的啊。十宝图怎么样呢？十宝图也是无常的，但是他那个无常啊，哎，不太容易看出来啊。他只有生跟灭啊，生跟灭的时间很长，3个阿僧祇劫。这3个阿僧祇劫里面，他是常住的。啊，譬如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啊，得的是什么身呢？报身啊，这是报身所居住的报土，是报土啊，身相庄严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报身佛身有无量相，不是32相啊，身有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啊。变不变呢？不变，3个阿僧祇劫都不变，所以在那个里头看不到生老病死，看不到一切变化啊，树木花果常青啊，一切万物都不变，十宝庄严图啊，到什么时候才变呢？啊，前面说了，等觉菩萨一品生相无明，那是生相无明的习气，这一品习气断掉了，这个世界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晓得，十宝庄严图是无始无明习气成就的。没有习气，这个图就不见了。
啊，他必须要等三个阿僧祇劫到的时候不见了。啊，不见了，什么境界出现了？常寂光出现了。啊，回归常寂光了。在十报土，我相信将来科学家都能够探测到，常寂光就没办法了。常寂光是决定找不到了。啊，为什么呢？常寂光不能用心了，用心找不到它，就是起心动念找不到它，不起心不动念，它就在现前，你就见到了。啊，科学家要放下那个念头，啊，念头里头分别执着起心动念，通通放下，他就成佛了，他就见到了。啊，必须是妙觉果位。啊，那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科学家将来会走这个路子，他会做实验，我放下。真正放下，他真成佛了。啊，他才真正见到常寂光啊。见到常寂光，见到究竟圆满的自性。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呢，这见几分之几都是为圆满的。你见到月亮了。啊，初二初三的月牙是月亮。啊，常寂光的月亮是十五圆满的月亮，妙觉见的是十五的月亮，圆满的，其他见的不圆满。啊，这么个意思。这一切大圣呢，所以由心空离，啊，由心者发现的，迎现难测，迎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本自具足是迎，能生万法是现，哎，他能迎能现。啊，闲隐自在啊，所以难测了，没有办法去想象。啊，这叫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才称之为圣人。那么换一句话说，真正称得上圣人的，至少是华严圆教初住菩萨。啊，真的是圣人啊！为什么呢？就是由心空离，迎现难测。以这个标准啊，是十报土的化身大师啊，跟常寂光土里头的诸佛如来会书曰：初果以上谢明圣者，以救大阿罗汉，故名大圣。小乘证得初果就叫圣人，他就不是凡夫。这个圣是对凡说的啊，初果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啊，但是他在六道里头是有限期的，他一定会出去。我们这些人是无限期的，好像坐牢，我们判的是无期徒刑，他们是有期的。啊，出国虚脱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就出去了。你看他只要七次
人间寿命到了，他到天上去；天上寿命到了，他又到人间来。他不到三恶道，啊，他也不会变成修罗，也不会变成魔刹、罗刹，他就是天上人间其次，啊，决定成阿罗汉。虽成圣人了，啊，成阿罗汉了，不再到六道来了，这叫大圣。那么这还不止，依旧啊，再向上的追求，一直到大阿罗汉。这个大阿罗汉是大乘阿罗汉，不是小乘。啊，阿罗汉这个名词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无学，无学就是毕业了。啊，小乘毕业了叫无学，大乘毕业也叫无学。大乘毕业是什么人呢？十地菩萨，发云地的菩萨，啊，成为大阿罗汉。啊，大乘里头最高的地位了嘛。啊，小乘最高的地位是阿罗汉，大乘也叫阿罗汉，啊，加个大字，啊，大阿罗汉，这十地菩萨，故名大圣呐。啊，这些听众里头，大阿罗汉很多啊。啊，大阿罗汉十地菩萨，一颗虽外现身份，内密菩萨之心，故名大圣。啊，这些人跟随释迦牟尼佛，大乘经上给我们透露这个信息，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一尊佛他的缘成熟了，到这边来示现，拔香成道，度化众生。啊，会有一千尊佛同时出世，来做他的学生，做他的护法，其实通通都是佛，不是凡人。啊，你像小乘里头，舍利弗、摩建立、大迦叶，都是九缘界已经成佛了。他们是来实现的，好像来表演，唱这台戏，释迦牟尼佛唱主角，他们来唱配角。配角后台的身份比主角还高。这个例子太多了啊！大家同一个心愿，同一个目标，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成就佛道，一个目标吗？你看我感到一样吗？没有嫉妒心吗？哪一个当主角都可以吗？啊，通通都可以配合，配合得非常巧妙啊，配合的这个一点都不会让人看出破绽，就那么妙。啊，这就是外现声闻，外现比丘像。里面呢，里面可能是等觉菩萨、十地菩萨，也可能是古佛再来。啊，所以都叫大圣。净音疏曰：大有两义，第一个位高名大，啊，地位很高，现在讲知名度
很高，就是明大啊，知名度，德胜明大啊，因为他的道德啊非常殊胜，所以也是大众都知道他的啊，慧真为圣。我们看下面的解释，这是净严疏里头的文字，下面是念老的再做一次解释啊。纵上可见，何从德而言，切于空理，会合正道啊，这个会合就是会合，会正就是会合正道，这叫圣。和从位而言，出国以上成圣，为回小向大行菩萨道直去佛国者，乃名就大阿罗汉啊，这是究竟的大阿罗汉，或者是大权实现，那么这些人通通成为大圣啊。大圣对外看是一样的，内里头不一样啊，差别很大。又净严疏里头说，神通一大，叹其得神啊，经上这四个字神通一大是赞叹这一些参与法会的啊，比丘中的这些大德们，他们的德行无比的殊胜啊，所谓神意，我们讲所现，所现的神通啊，故名曰神。这个四句皆是神通啊，所谓他的作为超越凡人的常识，我们觉得非常神奇啊，这神的意思无容越同，他没有障碍，像变魔术一样啊，虽然他不是真的，但是他手法利落啊，让我们看不出破绽，好像是真的一样啊。这个就是通的意思，所谓神通，身心的变化，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皆于漏尽，这都通，没障碍啊。天眼，我们的眼有障碍，隔了墙壁看不见，他们隔墙壁能看见，我们的远方看不见，他们的眼看千里看万里之外也看得清楚，无需要科学工具。我们看细菌要用显微镜，它不需要啊，叫天眼呢、啊、天耳，我们听不到的声音它能听见，他心，别人心里头想什么他知道啊，宿命能够知道过去，能够知道未来啊，漏尽他知道他自己的烦恼断了，知道自己的业障消了啊，清净心平等心得到了，这是漏尽，故知神为不测之意
我们无法测度，没有法子想象，痛为无碍之意，没障碍呀、啊！啊，大这个字，加强书里的说，大者言正，正六通三明等是也。啊，达是到达了，六种神通都证得了。啊，这个叫达。啊，三明六通是化身菩萨所证得的。啊，其实这是我们的本能，每个人自心里头通通具足。啊，这个能呢，现在失掉了。怎么失掉了呢？实在讲，不是真的失掉，迷失了。我们迷了本性，怎么迷的？佛告诉我们，三大类的烦恼。第一个是无明，无明烦恼；第二个是尘沙烦恼；第三个是见思烦恼。我们有这三大类的烦恼，这三大类烦恼把我们的本能障碍住了。啊，不是丢，不是失掉，有，它不起作用，啊，把它障碍了。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障碍去掉，它的能量逐渐就又恢复了。啊，去掉见思烦恼，恢复一部分，这就是阿罗汉。啊，实际上你只要真修，逐渐逐渐的通通会现前。啊，证得虚脱还苦出苦，天眼天耳出现了。啊，这就是你修得的。二苦斯陀含，他心同虚命同出现了。二果有四种神通，初果两种，到三果神足通出现了。神足是变化，能够分身，能够变化。啊，到四果呢，漏尽通出现了。啊，漏尽通就是见思烦恼断尽了。他知道啊，越往上面去，这个能力就越快，越来越大，是我们的本能。一切众生个个具足啊，神通是本能，智慧也是本能，德能也是本能，相好也是本能，没有一样不是自己本来具足的。啊，所以慧能大师坚信说得好，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是你一样都不缺。你样样都圆满了。跟如来果地上完全一样啊。啊，现在为什么不能现前，是有障碍。障碍不是真的，障碍就是你错误的念头，你把错误的念头纠正，障碍能恢复一部分。你能把错误的念头通通放下，障碍全没有了，你的智慧德能全部能够恢复。
所以佛法它不向外求啊。啊，科学技术是向外啊。佛法称为内学，佛经称为内典，它是一昧向里求的，不向外求的。啊，为什么呢？佛完全证得究竟圆满，知道所有一切法，啊，虚空法界，都是从自性所生所现。啊，自性呢，能生能现。外面找不到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你到外面找就全找错了。啊，里面去找全都找对了。啊，这是佛法跟世法不一样的地方。世法是向外缘，佛法是向内。啊，因此世间法可以怀疑。啊，怀疑发现问题。穷究问题，证明问题，就解决了问题。这科学上用的，对外的，对佛法不行。对佛法用这个问题全就糟了，全把佛教毁掉了。啊，佛法向内，向内头一个就是要信，信心一点都不能怀疑。啊，我们对佛不能怀疑，对经教不能怀疑，对老师不能怀疑，对老师的教学不能怀疑。你只要真正相信不怀疑，老师教错了你也得受用，你也开悟了。啊，为什么呢？开悟是从信心上开悟的。老师是个增上缘而已。啊，增上缘有一点差误，我的清音缘不错，我的所缘缘每次没差错，所以照样就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再往下看，阿难当时虽未得漏尽，但以当机因虚并列。啊，那么这里都扎罗汉了，阿难不够资格了。啊，因为阿难他是真正的出口。出国须陀洹呢，这个地方一切大圣哪有他的份呢？他差很远呢，但是他也被列入里面了。啊，他有增上利根，是他自己的根性好，也得到佛的加持。啊，虽举学历是出国，而成无上圣妙功德。这圣妙功德，他能把佛讲的经全记下来，不是电脑，他的头脑比电脑还厉害。啊，他能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佛灭度之后，他能够复讲。
啊，我们有理由相信，佛讲不可能把佛所讲的每一个字都说出来。大概的意思没讲错。啊，佛讲了一个重点，阿难讲十分钟大概可以。啊，十分钟里头把佛所讲的时候完全讲出来了。啊，他记忆力好啊。佛所讲的重点呢，他不会忘记。故曰大神，于神通中呢，结了毕竟，啊，结了毕竟，就是彻底结了。啊，这个字是《净严疏》里头的解释。啊，净严大师，净严是慧远，隋朝的慧远。啊，他用的字是结了毕竟，念老刮骨刮骨，现在的意思是彻底了解。啊，是一明一达。啊，这就是一达的意思。是故阿难得列名一切大众神通一达。阿难也有份了。啊，这是特别介绍出来，怕我们怀疑。啊，阿难出国怎么可以在一切大圣的行列里头，啊，怕我们怀疑，哎，交代清楚。在下面表明要介绍，就是上首几个代表，啊，这个代表里头是有表法的意思。上首那么多，为什么选这几个代表？这几个代表与这一部经关系很大。啊，你知道这几个代表的人，你就晓得这经上讲的是什么。啊，譬如现在开会，你看看出席的是些什么人，你就晓得呢会议讲什么内容。如果出席的都是财经这一些人士，我们就晓得他讨论是财经上面的问题。啊，如果出席是教育界的人士，肯定是讲教育。啊，所以佛经上这些上首，他们代表这部经讲些什么。啊，从这些人呢，你就知道这经里头的大概所说的意思。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啊，在一切经里头，上首很少看到把它摆在第一。弥陀经上有它，但不是摆在第一位。啊，这个经上把它摆在第一。啊，尊者，凡于阿舍利，啊，这个阿利耶，啊，翻成中国是尊者，那么现在人称尊敬的，就这个意思。啊，尊敬的某某人，啊，对他的表示尊敬。以为呢圣者尊者，为智慧之德居尊。他的道德，他的智慧，他的学问是为大众所尊敬的，为大众所尊重的，上面才能加一个尊者。啊，这是对阿罗汉的尊称。
净言疏曰：“有德可尊，故曰尊者。”啊，可见得这个法门里头，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佛门里面最尊重的是德行。无论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啊，没有不尊重智慧德行的。慧疏曰：“尊为尊贵，有德可贵，故名尊者。”啊，那么这尊贵是有很高崇高的地位。啊，为尊贵，贵有德，还是把德放在第一。我们可以说，佛法是建立在德的基础上。这个德是什么？是孝，是敬。啊，敬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啊，所以孝跟敬是万德的根本。啊，分开来讲，孝是根，敬是本。啊，本就是一个树的主干，从这里再分支。啊，本下面是根。所以学佛没有这两个字，诸佛菩萨来教他，他也不能成就。为什么？他没有根本。啊，于是乎我们就能够理解，现在学佛的人为什么会这么难，你就完全明白了，你也就见怪不怪了。为什么？没有根本。啊，好人，到时候他就变卦了，变劫了。啊，什么原因？敌不过明文理呀。明文立扬一先前，道德就不要了。尤其甚者，明文立扬来了，父母也不要了，老师算什么？这社会上太多太多了。啊，前年我们听到个信息，四川一个女孩子17岁，啊，把她的父母害死了。啊，她烧饭给她父母吃，里面下了毒药，先把父亲害死，过了一个星期把母亲害死，目的是什么呢？去拿父母的保险金，不多，大概只有20000多块钱。啊，为什么呢？想买个手机。啊，人家有手机，他没有手机，把父母杀掉了。啊，他的一个亲戚觉得这个事情不正常，有问题，
啊，暗中告诉当地的这警察局，让他们去彻底查，查出来了。啊，下毒药。这成什么社会？父母养你养这么大，到最后就为了这么一点点钱，为了你这么一个手机啊，送掉父母两条命。中国古人有所谓啊，养儿防老，现在养儿是送命了，他不养你的老啊，他要你的命啊。啊，所以背时叛道，那就更平常了。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要了解，要认识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伦理道德的教育没有了。如果这个小孩受过中国从前传统的教育，不可能的。啊，别说是20000块钱。你给他20亿，他也不可以伤害父母啊！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今天整个世界社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细心就观察，通通出在教育。把伦理教育丢掉了，道德的教育丢掉了，因果教育丢掉了，这宗教教育丢掉了，这问题来了，整个人心坏了，整个社会乱了，啊，乱到极处了。怎么挽救？啊，我们这些年的努力，有部分人觉悟了，知道教学重要了，这是好事情。但是，值得忧虑的话很多，大家都晓得教学重要，谁来教啊？这是个大问题。啊，要圣贤人来教啊，才有办法了。圣贤人，人人都是圣贤。华严就是讲的，没错。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本来是佛没错，现在要去找一个谁肯做佛。我本来是佛，我真正发心做佛是可以做得到的，不是做不到的。谁肯发心，我来做佛，我来做圣人，我来做贤人啊，有这样的发心，还得有环境啊。没有环境，他不能专心学习。环境难了。今天做好事的人多，做这个好事的人没有。人家没有看出来这是好事
啊，你能帮助几个人？啊，供养几个人？让他们基本的生活衣食不操心。啊，他有时间天天读书。啊，至少要10年，他才能上轨道。再10年，他就变成神仙了。啊，我们知道这方法，知道这个道理，没有福报，没这个缘分呢。啊，马来西亚有这个缘分，所以我们努力想把它促成。啊，两个首相很开明啊，啊，纳吉跟马哈迪。那就是现任首相，马哈迪前任首相，这两个人有智慧啊，他们发行支持啊，我们在马六甲建一个学校汉学院，希望用20年的时间培养10个老师，不希望多。10年之后有10个老师出来。啊，希望哪些人发心？我希望华校的校长老师们，华校马来西亚小学1000多个小学，61个中学，我跟校长见了面，给他们做了谈话，勉励他们发心。啊，那一天的讲题就是讲教学为先，我举出10个例子。啊，希望他们能够有100人到200人。啊，名义是汉学院的研究员，目的是希望10年之后培养出10个汉学家，真正有能力教汉学的，有能力讲汉学的。啊，汉学的材料就是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里最重要是经学。啊，经是世出世间学问的根本。啊，如果自己这么多东西摆在面前，不知道选择，啊，可以用群书之要。啊，唐太宗那帮人真下了功夫啊，从四库里头经史子这3部里面选出65种，就从这65种里头下手啊，希望每个人专攻一种，不要搞多，贪多嚼不烂，希望大家做专家，专到极处自然通了，由专到通啊，由通到专呢是决定做不到的，那是反方向，由专专到极处自然贯通啊，10年万缘放下也不行啊，古人所说的"
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所以今天没有老师，完全靠自修，完全靠自己一门深入。啊，自己先把这些经文字啊读音校对正确，然后熟读背诵啊，再求讲解。讲解可以用黄念老这个方法，以经注经。啊，以古圣先贤的著述，用这些资料来注解你所学的这部经典。啊，比如说你学易经、学诗经，只能学一种，不能学两种。啊，走如来戒定慧这个道路，啊，一门专攻，心是定的，定久了就会开智慧，智慧开了就能旁通一切，虽然旁通一切，还是专攻一部，这才能成大功。啊，就怕多怕杂，一多一杂，你的心力、精力、时间全分散了，你不能成就了。啊，所以我说，人人都是神仙，就是你肯不肯干。人人都是佛菩萨，啊，佛菩萨那就是佛教的经典，也能专攻。不能搞两样，啊，搞两样散乱心，搞一样就是至心一处，无私不办。啊，所以才真正是有德可贵呀，有德可尊。不下这种功夫不行的。我们天天在求佛菩萨加持，能有这些人出现呢？这两位首相都是我的好朋友。啊，他们能大力支持不容易，马来人回教徒，啊，那么这一次我们访问斯里兰卡，这个总统非常难得，我们有缘一见如故，我访问9天，跟他4次见面，啊，谈的时间都很长。啊，他对于教育非常热心，而且小乘佛教基本上在这个国家上已经普及了，人民都能把小乘经变成自己的生活，就到那里看，看到真正的佛教。啊，每一个法师都能讲解经典。啊，在校的学生，中学、小学、大学，在校的学生，每一个星期天，一定要到寺庙去接受佛陀教育。我们就参观那个小学。2-3千学生整整齐齐坐在那里听课，听老师讲课，啊，没有交头接耳，
啊，做的都很端正、规规矩矩的，这个很难的。啊，那么专心在听，从这里看出这个国家将来非常有前途，就是下一代就好了。啊，我们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小乘是大乘的基础。佛说得很好，佛子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啊，这才是佛弟子。不学小乘，学大乘，佛不承认。啊，佛非常重视学习，要循序渐进。啊，读书，读小学、中学、大学，不许可劣等。啊，今天我们居然看到了，真真不可思议。我们是天天在打妄想，他做到了，这不能不佩服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